60米，大熱係八。好，一開閘戰鬥英雄就跳起咗啊，慢咗噶啦，前面快噶嘛，中外檔啲馬快喎，咁啊有大運舞台外邊啦，出邊橙衫全心全意放到噶啦，最出紅衫仲有隻月木星光啊，埋邊紅帽騎著咗喎，嗰隻勁力威龍 hold 唔 hold 得翻咧？咁啊再見到第五位啊，咁啊有中檔呢只神州駿馬啦，內欄咧咁啊出閘正常喎，管之星啊第六位嘅，咁啊外邊位置咧第七位咧仲有盡力之城啦，再後邊嗰五匹馬啦，幸運飛彈啦，咁啊尾五嘅，尾四紫色眼罩咧，咁啊有樂盈盈啦。出面尾三就長友之星，後面兩隻就南海策略同埋出閘慢咗嗰隻係戰鬥英雄啊！好啦，跑對面直路啦，前面帶頭噶嘛，係全心全意埋到嚟放啦。月木星光跟住第二位，咁啊慢慢好翻順啲咯。就係呢只勁力威龍啊，咁佢係呢場賽事嘅暫時大熱門嚟噶。再見到第四位大運舞台啦，第五位內欄管之星，出面仲有神州駿馬，再第七位藍衫藍帽咧就幸運飛彈啦，拍住佢出面就盡力之城啦，後面四隻樂盈盈啦、長友之星啦，後邊兩隻淺藍衫係南海策略，紫色衫咧就係嗰只戰鬥英雄嚟噶。好啦，咁轉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咧放咗出嚟噶嘛，仲係呢只全心全意啊！月木星光開始上嚟啦，咁啊拉鬆咗少少咧，勁力威龍就慢慢移咗出嚟，中檔第三位、第四位大運舞台埋邊，第五打緊邊有管之星等入邊咧，仲有幸運飛彈啊！攞咗出去嘅馬有神州駿馬，最出係盡力之城啊！兜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月木星光走甩咗個零身位，勁力威龍未轉到腳啊，外邊。位置咧有呢只盡力之城上緊嚟，最後100埋邊月木星光佔先，但係盡力之城上嚟有勢噶，呢只盡力之城外邊冚上嚟贏啊！跑第二名係月木星光啊，第三名咧就勁力威龍，咁啊至於跑第四名噶嘛，埋邊幸運飛彈似乎機會高啲喎，咁啊結果呢只盡力之城，咁啊睇翻騎師波件事臨尾嘅發揮咧，佢似乎都空有成竹過梗嚟噶啦，埋邊係月木星光跑第二，勁力威龍第三。第四要影相啦，埋边啊幸运飞弹，出边咧仲有只管之星近，信心极大啊！你见到波件事，望住你。